题金陵渡，七言绝句，唐·张祜。金陵金渡小山楼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洲。题金陵渡，七言绝句，唐·张祜。金陵金渡小山楼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洲。出门旅游最怕失眠，张祜却偏偏遇上了。他夜宿金陵渡口的小山楼中，满怀愁绪，只能起床看风景。夜晚一片漆黑，但却因为朦胧的月色，得以让诗人看见落潮之景。一个斜字点出斜月西斜，暗示一个无眠的夜晚即将过去。此时诗人看到了对岸的两三点星火，原来那里就是瓜洲啊。那格外明亮的两三星火与朦胧的斜月夜江明暗相映，光影层次特别丰富，能看到如此美丽的夜景，也算是失眠的张祜不幸中的万幸吧。读此诗如看一幅印象派油画，清美而宁静。